Round one， 智驾宇航已激活。这里是一个丁字路口，旁边有一个大爷的自行车，还有一辆要拐过来的车。看看他怎么处理。哦，很线性，很线性，并没有很突兀的感觉。Round two， 请注意车辆绕行。因为旁边是有临行车辆的，对面又有电瓶车过来，所以它的这个路径呢就是保守一点，就直接刹停了。它现在要转弯，前面也有一个货车，它是要转弯还是要掉头呢？我们看怎么避过它。哇，它是要等一下这个货车的这个轨迹啊，判断一下。哦，说实话真的是出了一点点的汗啊。Round three， 然后哇。大家知道蓝图梦想家的这套智驾系统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点吗？刚才掉头的时候它不是傻傻的直接往左打方向盘打死然后再转过来，它是占用了右边的一点点道然后再转过来，尽可能的让你一把过来。我觉得这个设定是非常非常聪明的，也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。全新蓝图梦想家，更多智驾瞬间。